先来做一道干锅花菜。花菜洗净，切成块，拿来腊肉、咸肉、三层肉都可以，直到切成薄片。鲜红椒对半开，青葱切断。锅里下水，下一勺盐，来少许的清油，煮开下花菜，过水断生，捞起来。起锅，烧油，下腊肉煸干，再下葱、姜、蒜、干辣椒一起煸出味道，下花菜、青红椒、盐、鸡粉、白糖、生抽、辣鲜露、辣椒油、辣椒粉，大火翻拌均匀入味，最后拿来锅仔装起来，底下点火边烧边吃，吃得让你美滋滋。干锅花菜，我的最爱，老铁们尝一下吧。